从事软件开发工作性价比最高，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字不如表，表不如图，图不如视频。从今往后，我就是你身边的 IT 教师。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儿，我的目标是够全、够新、够精。听高老师细说 PHP。大家好，我是兄弟连的讲师高洛峰。大家好，我是妹子。妹子，前边呢，咱们介绍了PHP 的一个运行环境，也介绍了 PHP 的一个发展史，对吧？那肯定大家都迫不及待的想写一个第一个 PHP 开发程序了，对吧？那我们来看一下这节课的内容，我们就是什么？第一个 PHP 程序。先来了解一下。那首先呢，写程序就是写代码，对吧？写代码呢，就是你在文件里边敲字符，对吧？所以呢，我们就首先得介绍一下开发工具。那在网上呢，开发 PHP 的工具有很多。只要是一个记事本都可以，但是记事本大家了解吗？记事本上的东西你要是开发程序代码太累了，对吧？所以呢，工作的时候必须选择一款好的工具。那好的工具有几个特点，第一个启动要快，对吧？第二个关键词高亮，就哪些词是关键词一定要高亮。第三点就是什么，有代码提示功能。第四点就是什么，有调试功能。这些就是一个好的工具，对吧？那在工作的时候用作最多的工具，我们百度一下，有这么几个，比如说 ZEND Zend Studio， 看到了吗？这款是开发 PHP 工作的时候用作最多的工具。那刚才咱们说的一个好的工具特点它都具备，明白吗？但是呢，咱们在学习过程中不用这个工具。那说为什么不用这个工具啊？用工具开发是太有依赖性了。那你不能说，比如说妹子有个程序说传给我了，要我或者要我去调个代码，对不对？然后我说你得装什么工具我才能看懂代码，或者才能写代码，对不对？你如果就用纯记事本去写的话，那什么代码是不是都可以看，就不用工具也能干活的话，咱用工具干活就会更快，事半功倍的那种效果。但是呢，记住咱们怎么呢，学习的时候不要用工具，会有依赖性。那学习的时候也不要用纯记事本，那个呢关键字不高亮，所以咱只要用关键字高亮的工具就可以。比如说大家可以下载这个软件，比如说Node Pad 加加，这个软件看到了吗？这个软件也可以，也比较非常好用，我也比较爱使用这个。但是呢，我平时呢在 Lin 下边开发比较多， Lin 下边最方便的是 VIM 这个工具，所以呢我在 Windows 下边也找了一个软件叫做什么 GVIM 这个工具，就是 Lin 下的跟 VI 的操作是一样的，因为我习惯了用这个工具，所以呢我未来的开发中就会使用这个工具。那大家说这工具都是命令控制，是不是还得学习啊？不用，记事本怎么用它怎么用就可以，复制粘贴 Ctrl-V Ctrl-C 这些东西都可以，对吧？跟记事本用法一样，但是呢它可以让我们的关键字高亮。那我这里边已经安装好这个工具了，那这个呢大家也不用说太细节去安装，对不对？在前边我们安装开发环境的时候，咱们要确保这个开发环境怎么的，这是开启的，对不对？然后我们项目是写在三 W 目录下啊，对吧？做 PHP 程序，其实咱们前面已经写过第一个了，这是测试环境用的，对不对？那最主要的文件名你随便起，但是最好起有意义的，但是后缀名必须叫点 PHP 的。比如说第一个我们叫做 test 点 PHP，看到了吗？后缀名有点 PHP 的。大家在写文件名的时候，有的说我也叫点 PHP， 为什么页面一访问它不是运行的文件，而是这个 PHP 程序代码啊？记住了，在工具文件夹选项里边查看，一定要把隐藏这个
这块不隐藏文，就是那个快照明了，这块这个不要选，听着吧。对，你这么一选的话，你看所有我一确定的话，所有快照明是不是隐藏了？你起个后缀名看上去点 PHP 对不对？其实你建的是文本文件，后缀名可能叫点 TXT 隐藏了对不对？所以咱这块怎么呢，不要选中这个才可以，后缀名写 PHP， 这样呢是建 PHP 文件的要求。当然有的说了，那后缀名叫 PHP5 或者 PHTML 行不行啊？可不可以？你可以指定叫这个，你只要告诉阿帕奇后缀名是什么的，用 PHP 去解析就可以了。但是呢，我不建议大家用别的后缀名，因为不一定所有的环境都支持 PHTML 和 PHP5， 那个是自己可以随意指定的，对不对？哪怕你叫 TXT 用 PHP 运行解析都可以，对吧？所以呢，一定要大家用后缀名的话，一定要用点 PHP， OK， 那在这里边打开它，我现在是用 GVM 这个软件打开的，对不对？这里边会让高关键字，你看变颜色，你看黑颜色，对不对？是这样的一个软件。但是呢，第一个程序，咱可以不用去写，咱就看一下程序结构，对不对？所以呢，参考细说 PHP 书上的第一个程序代码。在这块儿，去下一家，右键，打开 ，Ctrl A，Ctrl C， 我们看一下，前面咱们一直说什么 ？PHP 程序是内嵌在 HTML 中的一个脚本语言，对不对？记住 PHP 几个特点啊，服务器端的内嵌 HTML 中的脚本语言，那这个文本式的脚本就出来了，对不对？那它是不是嵌到 HTML 中？你看。这是不是 HTML？ 这里边是不是嵌套了这些语法？看到了吗？那以尖括号开头的就是里边写的是 PHP 代码 ，OK？ 然后我们运行它，看一下这是代码，这个代码运行后会什么结果，对不对？那对于服务器端脚本语言运行的话，那我这文件名叫 test.php， 所以呢，我要通过浏览器访问 localhost， 对吧 ？test.php 回车，字符集不对了，我们在查看里边字符编码选择什么 UTF8， 因为我们的工具用的是 UTF8， 看一下，这就是出现了咱们现在系统信息，那这段程序读出来了，我的 Web 服务器用的什么版本， PHP 用什么版本，对不对？ MySQL 什么版本，是不是都说了？基地库是否支持，对吧？字体是否支持，远程支持，最大文件上传多少，最大执行脚本时间，对不对？服务器当前的时间是不是这些都给我读出来了，对吧？这是一些服务器的一些系统信息，这是咱们第一个程序，对吧？那我们看到的程序代码是这样的，是这样的，对不对？而我们服务器端给客户端浏览器发过来的代码，我们可以查看一下页面源代码，看一下，这个没有自动换行，你看，我们在查看里边，让它是什么？这块转到行，这个较长自动化行，对不对？那这块这个代码发过来代码和这代码不一样，对不对？因为什么？因为在尖括括号 PHP 里边的什么这段代码，在服务器端 PHP 那个软件把它翻译了一次，翻译的结果给到了客户端。听懂吗？所以呢，是你在客户端是看不到 PHP 代码的。如果你在客户端能看到 PHP 代码，有几个情况。第一个，后缀名有可能不叫 PHP， 这是一点。另外一点什么？阿帕奇没装 PHP 的扩展，或者是装了扩展，阿帕奇和这扩展没有挂在一起去，这都有可能看到 PHP 源代码，但是这是一种错误的配置。你真正看到这个 PHP 的语言解析完的结果给客户端，这才是正确的代码。这就是 PHP 程序，第一个 PHP 程序和这个代码。当然了，代码里边写的什么东西，对吧？这些你先不用了解，后期的课程里边咱们都会介绍。等到学一段时间课程的时候，那这里边代码你就通通的可以看得懂了。OK， 来，我们来具体分析一下这个里边的一些程序。第一个 PHP 程序。开发步骤就是使用编辑器创建一个包含源代码的一个磁盘文件，对吧？
咱们是不是创建了一个 test 点 PHP 的文件？第二步，将文件上传到外部服务器上。其实我直接在三 W 中下编辑的，对吧？和你写完之后传到这个目录里边是一样的。如果你服务器在远程，比如说咱们现在在北京，那你服务器在美国，你需要上传上去，然后再通过浏览器访问它，它在服务器执行，它能把结果给你发过来。这是咱们读出的示例 info.php， 咱们命名叫 tag.php， 对不对？然后读到的一些信息，你看这是课件做原来，但是2.2.8 5.2.6 对不对？这是第一个页面里边，在 HTML 的嵌套 PHP 程序将往 PHP 和这个，那输入结果就 Hello World 了，看到了吗？它执行完之后，这里边是输出的意思，就会把输出结果给我们。OK， 然后文件后缀名要以点 PHP 结尾，上传到外部服务器跟目录下，通过浏览器访问目录下文件，就可以运行 PHP 文件了。刚才咱们运行过这样的一个文件，然后我们用这个表示 PHP 的起始符。也就是整个 PHP 文件里边有 HTML 代码，有 CSS 代码，加有 SQL 代码，对不对？那访问这个文件的时候，只有这个文件中用它包含的代码和这个结束代码中间的代码 PHP 的软件才翻译的，或者才解析它运行的，而其他代码只要不在这个代码里边的，其他的所有代码都直接输出给客户端的，它只翻译这里边代码，挑着翻译，听懂吗？不是说整个 PHP 文件它都执行，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在 HTML 中像这样开启和关闭 PHP 模式。大多数嵌入脚本都是这样嵌入 HTML 起始的，比如说 CSS， 咱们是怎么嵌入啊？是不是使用 style 那个标签，对吧？那加上 SQL 咱们是怎么嵌入啊？使用 SQL 的标签，对吧？那 PHP 呢？使用尖括号 PHP， 对不对？那比如说 AIP 使用尖括号百分号，对吧？那 JSP 呢也是这样的，尖括号百分号也可以运行，对不对？这是加了 SQL 嵌套的 PHP 嵌套的，对吧？这是 CSS 嵌套的，看到了吧？所以呢，这都属于内嵌 HTML 一种脚本语言。CSS 加了 SQL 的 PHP， 那 PHP 嵌入到 HTML 的位置，你可以任意位置嵌套，因为同样的就这一个文件，那妹子你说它一共被翻译了几次？六次？不是那个六次，就是这个文件。我这么说吧，就跟你说，这个文件一共被解析过两次。怎么解析过两次？这个文件是不是得放在服务器端？你访问这个文件的时候，它在服务器端运行了一次。谁运行的？阿帕奇调用 PHP 的模块运行了它，对不对？那将这里的哪些代码给翻译了，给运行了？对，尖括号问号 PHP 里边是不是运行了？对，运行完的结果会和这个之外的 HTML 组合成一个 HTML 文件，发送给客户端浏览器了。客户端浏览器再按 HTML 文件再翻译一次，就会出现美妙的页面。所以这个文件在服务器端运行一次，将尖括号问号 PHP 和问号尖括号里边代码执行了一次，对吧？再给浏览器用户那块浏览器再翻译一次，出现美妙的页面，是这样的，运行两次，听懂吧？所以说你在 HTML 任何位置都可以嵌套，嵌套执行后的结果的目的就是组合成一个完整的 HTML 页面，发给客户端去使用的，这点理解吗？所以呢，你可以在任何地方去嵌套都无所谓，因为它最终组合的是一个完整 HTML 页面，听懂吗？所以你在哪儿组合，只要是它运行的结果是正确的 HTML 页面就可以，什么地方都可以嵌套，没有嵌套不了的。你看，在标签里嵌套可以吧？可以，对吧？这样嵌套是不是也可以的？都是可以的。那这就是我们这节课的，咱们 PHP 的第一个程序，了解一下 PHP 程序是如何执行的。对吧？是如何写第一个程序？你只有会写第一个程序，你才会写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对吧？再结合咱们后边学的语法，你就会把 PHP 都学下来。好，谢谢大家。那这一小节我们就到这里。